当我偷偷吃夜宵碰到爸爸。我没看见，没看见，没看见。哪整的？差点把我妈忘了。夜宵不点肉，你想啥呢？最近陪我买剧，可多选择了。我还特意大着买了几盒可乐，这样咱俩都能吃上。那以后还少买，要是让你妈知道吃这么贵的，明年她分分钟给我们涨名。心放肚子里啊！我特意点的麦当劳是失败，你这样一加一得13块9，超值啊！我还以为花老多钱了呢。是啊，让我爸带我吃这么多顿饭，这样本事我幸亏了。加班了，这熬夜还是不好，掏心不光耳朵不好使，眼睛聋了，看我的眼睛了。妈妈，你喜欢吃的笋和香芋，我可以给你买的，叔叔做笋卷和香芋派。